我的好朋友，你们好吗？今天我在现场直播。今天的疫情，很多国家一波又一波封城封国，本人感觉蛮严重，所以今天好好分析我的视频，对你们的帮助很大，例如看医生都很困难。我今天治病的好方法视频，经过几十年有效发明出来的。例如我的耳朵中耳炎浪费四五新币都没有好，到我女儿当年也有中耳炎，后来我想方法弄好，我当时耳朵出水有声音也弄好，我的好朋友用我的方法也好了。我的视频还有很多治病的好方法，对你们帮助很大，希望你们看一看。今天的疫情，有钱都不能出去看医生，谢谢。